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阿布雷。今天我们又在外景。对啊，他最近好常出来、啊。大家看标题也知道，我们之前要抽我们最新蛋的假面骑士。嗯，卡面赖的奥斯表大腿，没错。那为什么会想抽呢？是因为他这次的 A 赏跟 B 赏实在是太帅了、哦，神之帅。这次来到抽的地方呢是三重，蛮非常知名的一家卡牌店。我跟你说，你知道吗？我以前玩游戏王的时候，抽到好卡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什么？只有我有，只有你在上面晒卡，然后下面就说如何取得，如何取得。OK， 下一个。好，这家店的那个梗啊，多到数不清，多到数不清啊。主要是因为我们也认识老板，老板是我们朋友。这家店的名称很厉害，它叫家家美乐蒂。那为什么叫美乐蒂？是因为老板超喜欢美乐蒂。美乐蒂，对，就是对，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美乐蒂。第二间店应该叫做家家布丁狗，家家大眼花，家家喜家狗，家家喜家狗。对 ，OK， 好。那我们这次呢，抽完那个什么，我们的一番赏之外呢，再大家再看店里卡牌店。这家卡牌店很特别，我们想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好，那我们先进入我们重头戏，我们直接来抽我们一番赏吧 ，Go。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店面里面啊，那它这间店面很特别，是因为它的店面其实是在地下室。回到我们今天重头戏，我们的假面骑士一番赏好不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的 A B 两赏，分别是我们的 OZ 还有我们的 W。这次的 A B 很厉害，就是它区别于以往的 A 赏 B 赏，它就是可能单一支很大支的。对对对，这次呢它有背景、坐台还有背景，哇，它这个是非常设计感，非常设计感。可是呢，我这边必须要讲一下，因为他说他其实是十周年的版本嘛，是，有在看我们以前影片的观众知道，我们其实以前常抽这种小支的，然后他这小支呢，其实都是复刻的。我有这个、这个、这个，然后还有这个，这四支我都有。以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你可以去补齐自己没抽到的东西。因为其实小支的在市面上来讲，如果你想要收的话，其实不好收。嗯，像二哥必须要讲一下这个。这个是以前的最后二赏，现在直接放一边抽，直接放一边抽，蛮佛的好不好？蛮佛的。机长应该是那个签名版，签名版版画，然后还有杯垫吗？杯垫吧，应该是杯垫，应该是杯垫。最后赏是什么？后面这个不一样，背景后面哦。那我们今天就直接来抽吧，我们直接开抽，抽到什么好货？那今天到底是只有谁有啊？只有谁有？希望只有他没抽到，就是如何如何取得？好，来吧，我们直接开抽。我们一个人先抽，起步也十抽啦。我跟你讲啊，因为我们今天十抽嘛，一人十抽，那这样三十抽。其实我们还是没有达到这全部的一半。三十抽有一半吗？没有一半，因为总共是八十。所以我们先一人先三十。我跟你讲，新的东西都要拉干净，拉干净。对，我要拉干净。就麻烦你帮我们绿了，杨哥。好，十抽啊！我跟你讲，这种剧情到后面都会变成那个抽个三十，然后最后抽一抽，然后就包场。我用你一次拿十张，我是拿十张。哎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嗯，好 ，A B 各一而已 ，A B 各一 ，A B 各一。我今天第一抽开壶是否就看这次，起码要有小的吧，来。C C 是什么？那个奖牌。哎 ，OK OK， 没关系，这个正常起手，起手一定是小奖先。第二个，第三个，杯垫 ，OK， 好吧，这考卷 ，OK OK， 我还在蹲，还在蹲。F 是什么 ？W 的那个。OK OK OK， 这次最想要的其实是这个啦。Etana， 没有一个。好，第五抽。哦，哎呦，两个小公仔可以哦。哎呦 ，C E 哦，太快了吧，太快了吧，太快了吧，鼻子这个啊，鼻这个，哎，太快了。跟一般一般赏跟前面几抽都出大奖，哇哇，这前面都出大奖，这个影片续看率不高就是你的问题。哇，这个叫什么？只有我有。我们等一下抽 A 要先藏起来，然后再拉出来。而且是只有一个哦，千奖 B 是只有一个哦 ，B 只有在谁手上呢？在我手上，只有你。没关系啊，我们还是把它抽完好不好？我们今天凭那个三十抽 A 上也出，好吧，抽一抽。不是啊，我们不用录啦。哎，玩不到，玩不到啊！好痛呀！你刚吃六块。我今天不敢骑车。玩不到呢，我不知道说什么
没有，我没有店员帮我们做，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他洗完我还自己还拉了很久。对，大家看里面钱还这么多，我没有做钱。我叫你绿东西，没有做钱。对，你绿，我们还要抽什么东西？我跟你讲，以后来抽一般爽都在加加美乐蒂抽，真的一定要。欸、真的哦，球，那你要不要换抽一下绿？我今天标题还要抽个绿。而且你还没抽完呢、欸。对，我还没抽完，你才八抽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好吧。我们还要抽吗？先领奖。我觉得今天大家那个下面的影片可以按这个，按到赞的，可以按到赞的。你们还是要抽，你们还是要抽，你们还是抽了。我已经知道里面没有头奖，就我到底是抽什么？抽中有一只哦。现在就看那个小的能捞几只就几只。不是，如果平常是我抽成这样，我可能会哦。然后现在哦，他把两个都拿走，到底是？拜托，一或 F， 一，哎，哦呦 ，E F E F， 等下我们发现。哦 ，F， 好哎，哦 ，F 还不错，也还不错，对啊，不错啦，还不错啦，对啊，还不错啦。那接下来就领奖，领奖内容。OK， 好，我们领完奖了，我们接下来呢，来进入我们的开箱环节。开箱环节。G 赏。好，我们就从杯垫先开起来。哎，我觉得这次杯垫很特别，是因为你要看这个 OS 或是 W 的剧，你才知道这些梗是什么。台词这些。对。你看这个还是两个合在一起。对，它这个是很厉害，它这是两个在一起，一边是。Cyclone 应该是 Joker， 然后它是两个杯垫尬在一起，它就可以有那个一半的分一半的感觉。OS 的部分呢，我自己觉得这个很特别，这个是那个会长的 Happy Birthday， 斯巴拉西，他们那个每次都要推蛋糕出来那个会长。胖子，只要有今天内裤就可以过了。没错。好，那我们这次继续来猜一下我们的小公仔。现在呢，看就看版画，看个两张就好了。哦，这个是它里面的剧照，你可以看一下。全部的剧照哎。然后我这个应该是拍不太出。对啊，这个是对全部的剧照，然后它就依颜色去分这样子。这个 Axelu 的那个 Triadu 形态跟 Weda。它单一作品的，所以就可以讲比较对比较细致的硬核的一些内容。那就重头戏啦，重头戏啦。美乐蒂帮我们拿我们的 A 赏，第一次出这种有背景的，对，背景哇，哎，这是蛮厉害的，哎，这好厉害哦，我们把它组起来看看。好，我们组装好了。其实呢，这次的大小呢，就是跟以往的 A B 手机差蛮多的。可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一种模式。我也是这样。以摆设来讲的话，你也不用去后续再帮他去处理一些背景。对，因为他观赏性帮你用好了。那他的地台就是用硬币做的，然后后面就是他都把 combo 的硬币、暗裤的手，还有 A 级的内裤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体很喜欢 OS 的玩家或是观众，他们应该会很喜欢这一款模型。对，这蛮不错的。W 的部分呢，这个是谁装错装到面壁的？没有啊，他原本就是面壁，它有一个漫画感，漫画感里面出现各种角色 ，Utopia 啊 ，Tada， 然后还有 Etana 跟那个 Axel 都有，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帅。嗯，这非常帅啊！今天江辉该回来抽了，今天江辉现在是红到不行，红到不行。OK， 好，我们今天呢，我们的一番赏的抽奖呢就到这边，我们那个 W 跟 OS 十周年纪念版特别版的 AB 赏。第一次啊，都被我尬掉了。只有姚哥有。这次也很感谢家家美乐蒂，然后提供我们这么棒的场地。然后呢，大家如果是住在新北啊，或是住在那种大海北部地区呢，玩家、啊、欢迎来这边玩。你有玩游戏王啊，玩宝可梦啊，或是其他日系卡牌游戏，都可以来这边大家走走看看。那这边除了卡牌以外呢，还有一些像我们一番赏啊。然后模型，然后这边有卖模型，也有卖精品，然后卖一些玩偶之类的等等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很非常适合宅宅同乐的一个好环境，蛮舒服，蛮舒服的。然后这边玩家也很多，就不怕没人交流这样子。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那喜欢假面骑士，或是想要看更多假面骑士相关题材内容，记得订阅 Upgrade。然后之后呢也会出相关更多有关于我们抽一班长或是假面骑士题材的内容。好，那我们这次影片就到这边，我们大家下次见啦，拜拜。
打牌打一打，还有咖啡。这个美乐蒂还有卖咖啡，对他们这边还有卖咖啡，大家来这边可以喝一杯，好喝。